我叫廖木生，我住在花莲县瑞穗乡五鹤村80197。我的外号原住民，我是原住民，原住民的名字叫火浪。我种植这个文旦是有8分地，它的产量大概35000到40000台斤左右，也欢迎全国的同胞来向我们订购。我的电话0905593679，谢谢。果形，这个文旦哦，要照顾也是非常辛苦的。我叫廖木生，我种植这个文旦已经15年，也是很辛苦的栽培它，才有这样的成果。那么我这个文旦好吃吗？哇，特别甜啊！它的甜度甜哦，大概是11度多到12度。我看到那个蓝色到13了，甜度是可以，也有水分。那个指向电的缓冲比较会不会上到那个叶子，会有逆沙逆丢。希望全国同胞有需要文旦的，请用网站来订购。我的电话0905593679，谢谢各位。